like to ask everyone to please stand.跟大家交朋友，大家共享，不是争取我一个人在，我希望争取大家一起争。那么这样子，现在这个现在有句成语叫双赢，双赢啊，这个是现在的叫我们以前呢，这个是啊，也就是说，基本的想法就是这样子。 所以我们公司里面，他们弄得好，一直是很发展的很好。